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善知识法语。会教咱在家技术必须爱遵守五条戒，这五条戒就是佛给咱人生道路上五个指路标。第一，不杀生，就是不使杀害任何有生命的动物。第二，不偷盗，也就是不使不得到人的允准随便动用别人的物件。第三，不邪淫，就是未使有任何不正常的男女关系。第四，不妄计，就是未使讲无确实的话故意欺骗人，或者讲错误的话，嘛未使讲无意义引动人歪念头的话。更加不使两边传歹话，使人双方关系破裂。第五，不饮酒，就是不使饮酒、用毒品，因为这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计、饮酒，就等于是咱人生道路上五个大坑、五个万丈绝谷。任何人拨落去，一定会着重伤，甚至会杀死。尤其是精兵、杀、刀、银、棒这四条，是上危险、上大一坑，叫做性罪，也就是违反咱本性、违反佛性的罪过。不管咱有修改、无修改。拨落去一定会着重伤，所以只要咱行伫人生的道路，也就是伫人道内面，任何人拢袂使拨落去。拨落去是万丈绝谷，真歹爬起来重新做人。咱用譬如来说明，佛甲咱讲，路顶有一个大坑，你爱真小心，唔通跌落去。如果咱修改，修改意思就等于讲，咱接受佛的指路标，接受佛的劝导。咱若真正有接受记在心内，咱就会真小心改说过去。未跌落去坑内底，就可以一路顺风平安到底。这是咱用譬如来说明什么叫做修改。假使咱若是毋肯修改，就等于咱毋肯接受佛的指路标，毋肯接受佛的劝导。无要接受指路标，跌落去嘛，同款会着伤啊！而且一个毋肯接受指路标指示的人，伊无小心跌落去的机会，比别人加真大。
肯接受的人总是会较小心，唔肯接受的人乌白撞，就加真危险。其他像八关斋戒，以及出家人的戒律，这是圣贤道路上的指路标。只要你要修行，多加的做超出轮回的圣贤，当然就要注意避免圣贤道路上的坑。搁再讲，像菩萨戒，就是菩萨在生活道路上的指路标，甲咱指出咱要度众生做菩萨，乃至要圆满成佛这条道路上的坑。佛所讲的等界，就等于是真深一般等绝国。轻界就是较小较浅的坑。深的坑，万等绝国，拨落去当然会重伤。较小较浅的坑，拨落去嘛会轻伤歪倒。咱来了解，即使是轻伤漏掉，卖加真歹行，咱必选倒一条路，未快乐、未痛苦，拢是咱家己的选择。咱不管选择要行倒一条路，拢爱了解路的状况。那无就会跋落去万丈绝谷，去三恶道，做畜生、做鬼，或者去地狱。连要重新做一个人都不简单。咱可以看所有车祸重伤的人，是不是要恢复健康拢真困难。所以咱走路爱小心，人生的路、修行的路更加爱真小心走。古德劝咱讲，志愿爱大，但是大爱小，唔好大胆去犯规，跋入坑去。人拢笑跋下真小胆，老实讲，跋下破病已经受苦受真济。真了解家己，唔是对地界会真自在迄款的人才，所以甘愿小胆平安到西方。无爱大胆跋落坑去。下面咱举一个例来说明，安怎叫做真正修改，真正接受佛的戒条。咱举例讲，譬如你遇到一位阿婆跟你说，这种草啊，你千万不能吃，吃了会噎到。你听了以后，就真正不敢吃那种草，整世人都绝对不去吃。什么人强迫你吃，你也不去吃。像这样，就是你真正相信他的话，真正接受放在心内。虽然你并不去佛前做仪式发愿讲，我一世人要接受伊的话，卖食迄种草，但是事实上你的心内真正相信啊，真正接受伊的话，而且你嘛会去甲别人讲，这种草食了会噎到，你唔通食。像安尼，有内心到言语到行动，拢实在有照安尼做，时时藏伫心内，绝对唔敢去偷食。就是真脆大，嘛袂去食，这才是真正接受。搁再譬如讲，有人讲食什么物件对身体真好，你一听就马上去买来食。甚至真贵，你嘛敢买？过四界介绍亲戚朋友食，规世人你拢会足认真去食迄项物。
像安尼，虽然无特别去佛前举行仪式，讲我接受，我要照做。但是这种行动就是真正有接受，因为听了心内真正相信，过去照做。这就是实质的接受，信受奉行。咱修改嘛是爱有这款实质上的接受，佛教咱这唔通做，咱就规世人绝对袂过去做。亲像唔肯食迄种食了会下到的草同款，佛教咱什么好事一定爱用心去做，咱就赶紧去做，马肯咱去做。就亲像赶紧去买迄种食了会真好的物件同款，规世人拢认为无安尼做袂使。这就是真正的修改，信受奉行。咱安尼讲，并不是在讲去佛前修改的仪式无重要，是讲修改以后必须爱规世人拢实行透底。咱爱知影，修改的仪式是要使咱透过仪式发起咱内心真正的精神，使咱真恭敬、真谨慎来接受，并不是表面一种形式。仪式和形式是无同款的，仪式是要发起咱内心实质的接受。这有一个名词叫做纳受解体，也就是接受解的本体，用心去体会佛解实质的精神。在修改时用观想调整咱的心，使咱的心和覆盖的本体完全相应。咱爱体会佛心的精神，真正愿意接受佛的教导，才会当得到解体，才会当由解体发起相应的行为，才会当在日常生活中真正照戒律去做。心口意三业拢随顺戒律去实行，这叫做随行。那不为仪式，就变成去佛前打妄语的一个形式，变成欺骗佛菩萨。有一种情形，咱一定爱注意避免，才袂危险。咱先用一个譬如来讲，有的人伊听人讲赛车真好，确实赛车是比行路加真紧真方便。伊听了以后，嘛赶紧去借一台车来赛，但是伊完全唔知影车的性能和驾驶的方法。伊看人坐伫驾驶座，手摇咧摇咧，脚搁打咧打咧，伊嘛对人安尼做。但是伊根本的唔知影，迄是虾米意思。结果该打车档的时，伊去打着加油；该打加油的时，伊去打着车档。手该连登去正边的时，伊登去倒边，安尼就一定会出车祸。结果不但是家己性命危险，连周围的人拢足危险。这种情形，大家拢真容易了解。买赛车那是无认真去学习，学甲真正会晓，搁考过执照，是绝对袂使随便想讲
我会晓，得胡乱塞进落去。我袂使用虚荣心去甲人分工，我有执照，我会晓塞车。同款即个道理，咱要过人生日常生活，或者发心要修行修改，拢亲像要学塞车，爱先了解车的性能，知影车是要安怎塞，什么时阵爱打车档，什么时阵爱打加油，修改爱亲像学塞车，对正确的驾驶方法爱去接受了解。概率中会教咱未使做的，就等于是爱打车档，爱停车的情形，也就是诸恶莫作。在概率中会教咱一定爱去做的，就等于是爱加油的状况，这就是众善奉行。赛车爱注意看路人的情形，也爱观察别台车的情形，心爱清澈明白，未使度孤，也未使心肝乱糟糟。这个定义讲咱世界修行，也是同款，内心爱清澈明白，爱用智慧观照，注意周围的情形，用智慧去处理，自净其意。自净其意，也就是用清净的心念去实行戒律。咱有上面这个赛车的譬如，就可以体会同款的情形。有的人伊听人讲，修改真好，修改福报真大，会当成佛，而且会当分一领皮衣。如果伫发挥时，阁会使摆伫头前，伊听了就真欣喜，真欢喜。所以就和人去做修改的仪式。本来确实修改是真好，无唔对。但是事实上，伊完全无了解修改是什么意义。去修改时，佮各行人讲闲话，嘛无注意听师傅的开示和说明，结果就糊里糊涂做完仪式。回去出来，照常和以前拢同款，不该做的代志直直做，该做的代志唔知影好做。譬如讲，回去出林，照常拢大家下班啊，瑞士高下，嘛唔知影讲，这就是杀生。或者要提人的物件来用。嘛，无得到人的应准，无先请问人，就随便动用，唔知影讲这都是偷盗。或者该缴的税金，想不爱缴，照常缴税，嘛唔知影这就是偷盗。他们人做生意，嘛是照常讲一挂无确实的话，无了解家己就是打蒙记。他们人在讲话，嘛专。搬弄别人的是非，唔知影这就是犯着大妄计。那是心情无欢喜，受气起来，他们人讲话，得专讲一挂使人伤心伤害人的话。唔知影讲这就是恶口，嘛是犯着大妄计。人那是讲食什么补药酒较好，对身体较好，就去斟一挂来食。我唔知影讲，这就是犯着不饮酒的戒律。像安尼，虽然是有去做修改的仪式，但是回去以后所做的代志和所修的戒，完全拢不相应，
这就不是叫做修改。这只是去寺庙到老的第一，可以说是完全都无修改的真实发心和实质。咱要了解无真实的发心来接受戒律，照戒律来做，可以说是无功德的。亲像用摄像机，无真正入底片，无到电池，只是对人摄咧摄咧，试咧试咧，结果人有入底片是摄有，咱无入底片当然是摄无。所以并不是说形式同款，结果就会同款。如果只有形式，无实在的发心，就亲像无插电的录音机，饲几波嘛饲袂单。大家拢知影，无插电，无入录音带，形式上饲来饲去，这是不好的。咱爱了解。咱爱实在有发心，要乞丐，要学习，才算是有通电。真正有个概率记在心中，才算是有装录音带。我的境界，我的音缘，爱真正照安尼做，才算有起开关放一弹。如果咱无发出真正乞丐这种的心念电波，是无电阁无效诶，所以咱爱注重实质诶内容，实在尊重佛教来学习，并毋是对人去寺庙做一个修改诶仪式，得算是有修改。咱爱注意，人如果是不要塞车去出车祸，只是伤害咱的肉体，影响只是一世人利益。如果是观念错误，无按照戒律正确原则，拢照家己的想法，照家己的观念心情随便去灌溉，这种情形会比出车祸更加严重，因为心念一错误，心的电波拍出去拢拍无对，亲像电线倒唔对，有时就会电线走火。咱人生的大电脑、大金毛，咱若是电线乌白插，开关乌白起、乌白拍。结果是一束所有咱未来的金毛影像拢不飒飒乱糟糟，甚至柜台拢弄歹去，变成一片乌暗的地壳影像。这种是影响着咱的发心慧命，是影响咱生生世世的幸福，比出车祸更加严重。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，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，达到无我的空性，达到慈悲利益众生，更要随时收看，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护持三宝。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
民国96年恩师净空上人命悟豪来到弥陀海明寺发心整修，至今工程中包含购置伽蓝殿前广场右边土地及凉亭小木屋之建设，内部寮房重新装潢及各殿整修粉刷，乃至宝塔重新整修，假山停车场及电梯安装业已完成，让海明寺令人容易放松，清静而不严肃，却不失庄严的修行道场。唯独海明寺尚无山门，而此时机经济疲乏，前方土地民房及盖山门工程预估约5000多万，故生此念，开放宝塔5楼，僧众塔位给50位，发心护法 VIP 功德主与佛有约，来成就山门之构建。此因缘记载海明寺后代佛子佛孙莫忘施主恩，因欢喜履行与佛有约之义务条款，现任方丈悟豪手书2020年11月18日。正春之际，发愿之时，净土院于一年之初举办华严植福盛会，礼拜华严宝忏净舍供佛大斋天，并施放于伽堰口法时普济十方。愿新的一年普润3000世界法语恩泽，愿新的祝福成就六道众生菩提佛果。华严盛会借由读诵普贤贺愿品，以普贤十大愿为纲领，广行六度万恒，以愿导行，成就无上功德殊妙门。华严盛会也透过礼拜华严海会佛菩萨，消融往昔罪业于一礼一忏中，又以华严42字母庄严的梵韵，清净三业，驱入无相般若波罗蜜门。圆满日的上午，净舍供佛大斋天，因为诸天受世尊的嘱托，于世间巡行功过，护法护教的同时，也守护大众安心办道。所以大众被以庄严的法仪与精美的供品，与感念三宝同时，也酬谢诸天的护法之恩。圆满日下午设放于伽堰口法时，以平等布施的悲心化解恶鬼身心饥渴之苦，与领受佛法清凉甘露之际，解脱恶趣苦因。大众随疑闻发慈悲心嫉妒的同时，自然远离恶鬼道牵攀的恶缘果报。欢迎大众于新年之际广行菩提愿，以华严植福盛会万恒之英华，回向十方一切刹，皆共契入般若性海，圆满无上庄严菩提华果。遇到相命占卜之人，应当劝他们不要叫人杀生祭神，以免造作杀业。